Post-diagnosis is importa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CM doctor places his fingers on the patient's wrist to diagnose their health. Did you know that your pulse can be recorded and replayed like music? Let's find out how it works. 很多时候啊，这个医生和患者呢不在同一个地点，而中医的传统习惯就是要把脉。老百姓也希望能被把到脉。那么我们用两台设备来实现，相隔千里能号脉。这台呢叫脉采仪，它的作用呢就是把人体的脉动信号，那么把它记录下来，形成电子数据，上传到云端服务器。这台机器呢，我们叫它脉复仪，它的作用呢就是下载那个数据，装到盒子里。 这个机器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把数据在变成模拟的脉搏跳动。那么，在这个仿真皮肤上，就能摸到刚才记录下来的患者的脉动。你要不要试一下？那我肯定要试一下。我确实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脉搏的跳动。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呢，就可以实现在线的互联网医疗。 同时呢，还可以实现在线的中医教学。您老中医在线下诊疗，我们可以把它录像拍下来。那同时呢，实现一个在线传播。这个在线传播呢，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可以看得见、听得见，才能摸到名医、名师把过的患者的脉。